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ian， 今天是直播跟大家玩这个的月光宝盒，我想玩很久了，因为有打这个街机的感觉，所以今天决定为大家示范就玩这个街霸。其实我很喜欢用春丽的，因为春丽的脚我觉得真的没得顶，用它来玩我觉得会赢。虽然我老师经常说为什么我喜欢春丽，因为它的脚粗，然后他就笑我脚粗，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好，不要说那么多，等我示范给大家看。我不行，喂，为什么这个是什么人来的？为什么他这么，哇，他喷火的，他还不停喷火，这个人思考工，受死了，哈，看我春丽腿，哈，耶，他过了身了，好 ，Run two， 好，继续，哇，一来就劈落去，哈，受死了，站不起身了，受死了，我输了，好啦，所以今天我的春丽挑战是失败了。本身还想拍这条片证实给大家看春丽究竟有多厉害，我会接受我的输的。如果大家都想看更多这些打机片的话，给我 like 去支持一下，如果不是的话都颜面何存。如果喜欢的话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们下次再一起打机。如果你们想看我打什么机的话可以跟我说，如果我懂得打我一定会打给大家看的。下次见，拜拜。